喂，大家好啊！我哈哈太郎，你真系暴主喎、啊！我开咗唔够个，我直播都开咗十秒左右，你就已经留到言啦。好啊，大家好啊，声音画面冇问题啊嘛，啊冇问题啊，开始今日嗰、那个persona 啊打 persona 嘅冒险啦。咁啊，呢个就系咧今日台风假嘅第二节直播嚟嘅。手機有過有咩咧？我又係我又都係嗰啲睇先，跟住啊 R1 咧就可以令到你唔需要喺個教學大樓啊，喺個學校面走嚟走去啊，啊咁啊快好多咯喺個冒險嘅時候。哦，即係 YouTube 有啊有個。啊、有通即有通知嘅功能，有冇啊？嗱，其实咧喺日本啊，都系咁啊，都系咁样噶啦，系一即系所谓一楼，即系佢冇地下嗰层噶，啊，所以冇话ground floor噶，啊 ，first floor 咧就系地下嚟噶啦。我班会中意，中意就上一层楼梯就得啦。好似系呢个班房、啊、好似系 2D 咦？有个人面壁喎喺度 ，check 黑板，黑板有啲咩？擦得好干净，咁唔使 check 啦。哇！呢、這个直头系受伤嘅排球队队员啊，直头系受伤得好紧要，睇下佢。哇，仲好似有隻眼包住咗咁样喎，啊！凌波丽咁啊，搞到啊！话说咧，球类大会啊，你都走咗，不愧系呢个嘅传闻中嘅转学生，唔系啊，我睇住，我有睇嘅，咪乱咁讲啦吓。呢个人咧喺城波面都有出现。哦、啊，你揾我有啲咩事？首先要旁敲側擊嘅啊，即係唔會兜口兜面同佢講，你而家俾人睇法，你先要咁樣噶啦，咁啊，即係一開始啊咁樣，可能已經走，一開始咁樣問，可能走咗佢啦。哦、啊，因為社團活動造成同你冇關係啊，咁佢都冇叫到，佢都冇講過大話嘅嚇，佢冇講到明係鴨之田，啊係鴨之田造成噶嘛，我哋唔會告發你就做證人啦，咁同告發有乜分別啊？證明鴨之田嘅睇法行為，你驚？咁梗系惊啦，唔系惊，不过唔想讲啫。啊，唔使隐瞒啦，我哋知道晒已经。你哋话知道，你有啲咩证据啊？啊，唔好去烦我啊。咁啊，即系受咗呢、這个，即系一来就系受惯咗呢个嘅虐待啦。二来咧就系、是，即系佢都惊。跟啊所做嘅示威出嚟頂正啊鴨志田咁，但系如果唔成功嘅話，就會俾人迫害翻轉頭啊！球隊大抽快結束，咁咪分頭行動咯、啊！教學大樓 VC 班得，咦？依、這個係阿咩？咦、啊？即係頭先嗰兩，即係頭先嗰兩啊！喂，上一集尾嗰兩個嚟喎。阿、啊、玲井同埋依個高卷行啊！呢班嘅小學生被議論都好難聽。嚇、啊！我依種留言太無聊啦，越傳越誇張。喂，我喺隔離喎。啊！佢如果唔在意就好啦，但係我喺你面前聽緊喎，好難唔在意喎。佢就先講係 VC 班嘅，咁我哋去咗 VC 班。誒、欸，又有情報聽，球類大賽結束之後收拾場地好麻煩。喂，你係邊個啊？咩？哦，咦，我就係揾你啦，態度強硬嘅排球部成員啊。有咩事？哇，好明顯佢係排球社員啦，直接問啦。啊，練習造成嘅傷，哇，你都好傷喎。啊！呢度調查緊鴨志田事件啊！啊嘅事啊嘅事啊！我哋啊
排球社有全国大赛水准啊，练习辛苦系理所当然嘅。佢只不过系指导得好认真啊，唔好听版本乱咁讲。我唔系体罚啊，边度可能啊咁样啊？唔好理佢啦，买嘢佢生气啊，佢嬲啊仲弊啊！啊，听喂，小心啲啊！呢个人随身带住刀啊，唔知做咩事，系捅咗两刀添啊！直球会。啊，点样？被拒絕咯，仲可以點？大家都拍阿志田啊，不過咧有仲希望有一個新嘅社員一年班嘅，啊，冇咁聽話，好似一 B 班去三樓。得，教學大樓三樓。喂 ，Tevin 你好啊，啱开始，系啊，系啱开始啊，啊个直播开始咗一个字左右啫，啊咁其实呢一集咧都仲系，走紧剧情嘅某程度上啊，又或者咁讲啦，即系呢、這个咦男厕，厕所啲霉味，咁女厕咪有得 check 啊？咦真系女厕有得 check 啊？睇 check 下先，唔需要去女厕。诶，呢个你又系受咗伤喎？系啊，我排球社噶，有咩事？佢嘅伤点嚟啊？都系咁问啦，吓。诶，练习嘅时候咧，但系其社团入面其他人都一样啫，吓。三岛学长啊，更加受到老师特别嘅指导。哦，咁即系有三岛啦。啊，唔好再问啦，啊，问第二个啦。咁啊，即系起码咧有个线索啦，就系揾呢个三岛出嚟啊。通知本學校所有學生全部比賽結束啊！請盡快做好放學準備啊！好煩你，成日都俾短信嚟。好，時間到啊，點樣啊？咩你懂的啫？唉，冇收穫啊！集合一下去中庭。高卷幸突然之间揾我有嘢讲喎，系而家好忙啊，唔得闲听你讲嘅，咁唔会嘅，难得有个女同学啊主动埋嚟倾下偈，睇下佢讲乜啦，当然。话说你惊咩事啊？之前嘅迟到都讲大话，仲有一啲奇怪传闻。关我事喎，人哋传喎。包生喺人哋度啊！人哋讲乜都得噶啦吓，话杀人放火乜都得噶。啊！你想对鸭子田老师做啲咩？咁快你走嚟维护佢啦？哦，你同阿鸭子田原来真系咁好噶？啊，同你冇关系，系啊，系冇关系啊！你唔好阻住我得啦。如果你知道吓佢依个衰人啊，暗地里做啲咩，绝对会想同佢分手。哇！依句说话有个前设嘅，就系佢哋两个系暗地里啊。佢但系高卷幸系冇推翻到个前设。啊，冇人会帮你哋噶啦啊！我姑且算系提醒过。你识佢啊？我唔识啊。哦，读同哦，即系喺初中嘅时候读同一间，咁都叫做同学啊。三岛，特别指导啊，对佢有。哇，系咯，嗰阿三岛睇落去成身都系淤晒嘅，啊，去揾下佢啦。話なんだけど、坂本、お前まで話するだけだ。係啊，兩個啊壞孩子軍團啊。啊，你受到鴨之前特別指導喎、啊，係啲咩指導啊？冇啊，冇打我，佢冇打我。今日もぶつけられてたよな。你今啊冇打到，你今朝食波餅喎、啊，頭都爆埋咁滯喎。啊！一個波省埋嚟，唔會成身瘀曬啩嚇？你嗰係 Hunter， 你嗰 Hunter X Hunter 入面嗰、那個啊貪婪之島入面嗰、那個
嗰個閃避球嗰個比賽，食一食波餅死咁滯啊！練習造成嘅嚇，你俾人下封口令咧。咩事啊？啊？做咩喺度揾證據？你咪想死啊？啊！仲有啊，你唔應該啊！你唔中意嘅話，你就退啊！你就退社啊！最好就唔好喺度出現啦啊！俾我俾人俾敵人攞證據，費事啊！唔練習可能會好啲啊！練習點啊？練唔練習啊？我去啊！冇得啦！有咩問題啊？我就踢你出校，又係嗰句。嚇！問題係個波唔會爆。喂 ，Hunter 真係都係喎，個波唔知點突制啊！我翻緊去噶啦，翻緊去啦，我冇理由讚佢好精彩嘅扣殺。練習の邪魔はしないでもらいたいんだ。即係除非係諷刺佢嘅語氣啦。啊，好精彩嘅扣殺啦，瞄準住人哋個頭扮埋去。良くない噂が広まって。啊，學生會感到不安，嗰啲不安全部都係你造成嘅，係你亂咁講嘢嘅啫。冇嘢講啦。收線，修進學院係俾有理想學生學習嘅地方，配唔上啊！呢度嘅學生咧就好有容身之處啊，不如快走啊！冇用啊！你做咩夢啊？揾體罰嘅證據根本冇意義啊！其實根本大家都根本知噶啊，校長其實又知。家長都知道，不過知道之後默認咗啫嘛。咁即係你認咗，你認係有呢個情況啦。你咁樣我好困擾，完全唔瞭解我嘅心情。啊，即係根本係因為佢哋知道咧，係反抗都冇用啊。就算講出嚟啊，校長啊同埋啲家長都會爆鼻，得翻佢自己一個啊，根本做唔到啲乜嘢事出嚟。啊，係冇辦法對抗嘅。哦，咁跟住我哋點算咧？去說服其他人睇下啦。咁最嚴重嗰個都說服唔到喎。哇！又翻咗嚟。嚇！又瞓覺啊！你今次可以坐到梳化咯。啊！父母同埋校方都知道體罰呢件事，點解唔出聲？咁啊，因為間學嚇，即係佢要名咯。啊，例如啊，即係好多原因嘅。不過我諗最主要原因就係、即係要學校個名咯。我話唔奇怪咩？家長同校長都知道咧體罰嘅事。啊，點解啲人冇意見？最接近的答案，我諗都係害怕鴨子田啦，即係驚有啲乜嘢事嘅話，啊，家長同埋校長唔會因為咁樣就收聲啊。主要係因為鴨子田令到排球社變得有名，咁啊係咯，即係如果即係對付鴨子田，但係退到最後令到佢哋排球社個名或者甚至成間學校名都衰嘅話，咪累埋自己咧。即係佢可能會咁樣諗啦嚇，所以做咩都原諒啊，明明體罰都只能夠死定。咩都唔知道，長頭草真係悠閒。邊個長頭草啊？啊，高卷幸咯嚇，喺中啊正頭先喺校園見到佢噶。我唔會咁樣諗，就算啊，聽日休息時間再打聽。有冇得走？又唔俾，一定要瞓覺。可唔可以吹冒險下？咦，似乎今日就冇去天鵝絨房間喎。4月14日都仲係走緊劇情嘅。哇！鴨志田老師嘅比賽啊，真係真係型啊！放學啊，好唔好去問老師攞張簽名相？黐線嘅係咪？啊！體育教官室嗰邊有傳言話咧，唔好隨便接近啊！如果唔係，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啊，有事啊，明明根本冇人啊，但係會有慘叫聲。哇！喺校園七不思議事件喎、
反正都是鴨之田那些 fans 或者趕走競爭對手才說的謠言而已。咁呢個線索肯定又係嚇，可有機會係見到佢啊，做呢一個嘅，哇！上堂用手機傾啊，上堂用手機傾電話，而唔係聽緊書啊！依啲真係壞學生。可唔可以問下高卷啊？揾證人嘅事，佢唔係排球社嘅噃。啊，總之聽我講啦，問咗先啦，嚇、啊、排球社嘅人都打算唔講噶啦，不如啊問下啊高卷同排球社靈井咧好朋友嚟嘅，啊靈井啊肯定唔肯講噶啦，一定要啊高卷問佢靈井。啊，所以上堂用手機嘅行為係好唔要得噶，即係浪費自己啊，即係啊浪費自己上堂嘅時間啊。當然可能有啲人覺得係好啊，咁樣先叫好好運用啦嚇。嗯，目の上のまた練習で。啊眼啊眼嗰又係上哇哇啲直頭又係眼角瘀曬咁樣。無理してないの？你咪太勉強自己啦啊！但係而家先係得翻排球嘅。でなく多分しよ平気。唔翻工。今のあ鴨志田と付き合ってるって噂。啊，聽講就係同阿鴨志田拍拖嗰個啊。そうだ。啊，係咪真㗎？佢哋上埋同一架車啊！啊，仲有嘢啊，仲會有，仲會有錯嘅嚇。哇！啲咁個啊，啲咁隨便㗎。鴨志田嘅女啊，鴨志田嘅 女朋友喎，你掂佢肯定死梗啊你！啊，全校最大勢力嗰、那個。不要在意，你沒有擋住我，我沒有見過你喎，你就是轉校嚟嗰個，冇錯，我就是很恐怖嗰個，傳聞中很恐怖嗰個轉校生。你不要在意嗰啲謠言，我沒有在意。啊！我好朋友都是因啊，都係個容易因為外表而俾人誤解嘅，即係高卷行啦。我知道。啊，下次見。啊，今日咧即係嗰個風球咧就天文台話六點前咧就會改掛三號風球，咁所以咧就唔。聽日咧就唔會有颱風假噶啦，啊！聽日大家照常翻工啦。咁但係大家要小心咧，就係所謂啊，即係因為始終一個風咧，就即係颱風一定帶嚟雨帶噶啦。咁所以聽日咧就大家記住帶定遮出街啊！即係聽日落雨係唔出奇啊！直接揾嗰個人做談。咁不如你一開始就揾佢談判啦，但係次次同佢傾嘢，啊次次見到面啊，到最後都唔會有啲咩甜頭噶啦，有咩用嘅？喺學校面嘅勢力咁大，啊唔想就咁放棄，一係就報警，笠佢布袋，笠佢布袋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但係笠佢布袋似乎都未必夠佢打，報警咯。嗱，咁連城堡嘢都講埋出去，肯定唔信噶啦，冇其他辦法。咁啊，笠佢麻包袋咯。どうするよ？點算？去制裁城主。その発それ意味啊？やっと見つ。啊，終於揾到啊！揾到咩啊？咦？哦，就係、是、就係只貓。我が輩に仕事させておいて、ただで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うなよ。啊，話咗要你哋啊，即係要你哋幫啊，要你哋幫翻我啦咁樣。啊！摩尔加纳，
この間は勝手に帰りやがって。啊，抌低我自己走咗去，竟然。猫讲嘢，都话唔系猫咯。見つけるのに苦労したぜ。讲几次我唔系猫啫。こっち来れんのかよ。你竟然嚟到能够嚟到真实世界，唔通你有手机？我嘅 high くらいになると自力さ。都系靠自己揾噶啦。つか、なんで猫で喋れんだよ。嗱，点解变咗猫都可以讲嘅？都话唔系猫。お前も聞こえて。听到。其实应该咧，即系头先拣咧，应该拣咧都系猫一声咁样咧，咁啊吓死人。お前ら手こずってるみたいだな。鴨志田をなんとかする方法。啊，可以教你一个办法解决鸭子田。你头先谂到方法好好喎，解决城主嘅方法。まだ疑ってたのかい？バカ。啊，太大声。啊！依、這個時候仲要揾貓，有貓咁點啊？啊，附近有貓叫聲喎、啊。總之揾啦，揾到就拉，揾到咧就踢佢去依一個嘅啊，揾到就將佢送去依個殺害動物鐵盤。你死梗啦、啊！捉到你死梗，人道毀滅啊！就算 level 幾高啊，就算 level 幾高嘅貓都係只貓嘅，送佢人道毀滅。第一個。バカのくせに歌聞かせてもらうぜ。啊，依度唔系咁方便啊，为咗防止俾你啊，为咗防止俾人道毁灭咧吓，你咁细只猫啊，装住落个书包度先啦。你竟然咁对我，唉。诶，跟住上咗天台，竟然咁粗暴。鴨志田をなんとかできる方法。さっきそいつも言ってたことだ。啊，喺城堡嗰边行动。あの城は？嗰座城堡咧系鴨志田眼中学校。虽然城堡发生嘅事佢本人唔会察觉，但系咧其实咧系同佢内心系联系住啊。如果城堡消失咧，对佢本人都会有影响噶。会点啊？啊，殿堂就系扭曲嘅欲望，如果消失咗嘅话，扭曲嘅欲望就会消失。会唔会啊？啊，果然你好有才能。啊，咁佢变翻好人噶，会唔会啊？啊，要将殿堂消除咧，讲啊就要令佢悔改。啊，但系就算扭曲欲望消失咗，犯嘅罪都唔会消失噶。咁所以咧，鸭子田应该承啊，就应该无法忍受坦诚佢嘅罪行。啊，而且只要殿堂消失咗啊，佢就会唔记得咗我哋做过嘅事啊。真系好厉害啊！猫都话唔系猫啊，讲咗好多次啊呢啲啊，偷走殿堂嘅秘宝。この先はやると決まってからだ。なんこっちの手伝いもする。証人探しも積んでる感じだし。揾证人应该冇用啦、啊，只能够照佢说话做，同埋听落去都几有啊，都几可行。有件事话你知，消除殿堂之后，话扭曲嘅欲望咧系必然会消失嘅。但系欲望呢样嘢对生存嚟讲系必要嘅。吓，系啊。啊，如果唔止系扭曲嘅欲望，而所有欲望消失咧，其实同废人系一样噶。啊，如果冇人保护嘅话咧，甚至可能会死亡。所以。所以乜？人哋讲咗所以都未讲完。それくらいの覚悟できてん。怨文其长啊！你就先未讲完。なんだよ。ここ。そう。バレなきゃ何してもいいってんじゃん。鴨志田のクソはやってることだ。因为唔会泄露就为所欲为，同鸭之田啊个衰人做嘅事一样。哇！做咗咩事啊？我打咗一身啊！而家我体罚佢定点样？それまでに。啊！下次再嚟嘅时候，唔该做好决定。別の方法、今日は解散。唉，又系你。啊！剛才講咧，靈井同埋鴨志田有啲傳聞，如果真係咧，就要問下佢啦。總係覺得有啲唔對路啊，咁係咩意思啊？乜嘢傳聞啊？覺得唔可能
啊，高景龙灵井咧喺高中嘅时候啊，喺国中嘅时候已经识啊，即系低年班嘅时候啊，即系初中嘅时候，鸭志田嗰啲课室咧肯定唔系啊，肯定唔会，佢哋肯定唔会啊对鸭志田咧系有啲乜嘢嘅兴趣噶啦。咁点解会有嗰啲传闻咧？再打听一下啦。咁你继续打听啦吓。翻转头可唔可以？咁啊，睇下先。呢条街好似都冇乜。冇乜點特別行過，誒睇下有咩情報先。啊，那個轉校生同埋版本啊，撈埋一齊啊，啊大家一齊行動，好可怕！居然有前科，人不可以貌相。啊，佢平常都係正正常常咁嚟上堂嘅，啊，而且嗰件事嘅犯人啊，聽講咧會變成廢人死咗，嗰種事件嘅犯人。唔明，唔係好明佢講乜。聽講隨身帶住刀啊，小心啲。要隨身帶住刀有幾難啊？好，聽下你講乜先。嗱，版本咧仲喺度打聽緊排球社嘅事，明明都已經俾人及住佢噶啦，都仲敢咁樣做啊？肯定會有人理佢啊！排球社嗰啲人對鴨志田咧絕對服從啊！啊，簡直就係呢個奴隸同埋奴隸主嘅關係啊！啊，如果能夠俾鴨志田睇中嘅話，將來咧就萬事如意啦。因為排球部啊，喺排球部嗰度啊，最近咧佢好似有個感興趣嘅，叫做靈井嘅女生啊，塊面腫曬，真係好慘。再聽下有冇新嘢先。周邊地圖。咁啊，即系喺日本咧，都見到好多依啲噶，就係市咧喺呢個大城市嗰度啊，見到好多依一啲咧咁樣嘅地圖咧，係指示你喺邊度同埋附近有啲咩地方。不過其實行我又覺得幾難啊，即係幾參考價值咧有嘅，但係咧就因為佢啲地圖嗰啲方向咧，佢成日都冇寫明東南西北或者嗰個東南西北了解理解嘅方法又唔同。我睇下我唔上車，佢會唔會唔行啊？啊，即系要等埋我上車嘅喎，一定要。咦，真系會閂門走嘅喎！我以為一定要等我上車先，原來唔係嘅喎。冇得跳路軌添，搭乘電車應該咁樣就自然會嚟架車。進去睇下先，有冇係咪有人講嘢？係咪有人講嘢？冇。咦，嗰度有得賣麵包喎！我喺個迷宮度賺咗咁多錢，咩神日耳曼喎？啊，周圍咧飄蕩住剛出爐麵包香味，下次再買。咁點解依次唔買咧？又唔係冇錢？什么叫记账台？购买定期车票等物品使用的记账台。去站前广场。哦。いい加減にしてもらえません。本当に体調が悪いって。可唔可以适可而止啊？真系唔舒服。ちょっとそれ。咩話？同講啊，老師同講好啊，唔一樣。我就係鴨志田揾佢啦。志凡嘅事同呢個冇關係啊嘛。我攞志凡，攞阿志凡嚟去威脅阿高卷啊。
这个司法主力名额。嗱，我已经知道晒咩事啦。你听到啊？听到啊？你讲个咁大声，好难听唔到啊！你周围所有人都听到啊！呢个人啲习惯唔系几好啊！喂，讲个咁大声，肯定听到啦。啊，不如将件事一五一十讲晒嗰啲。你从边度开始听？提到朋友，听到喺度嗌交，提到朋友咯，高月啊，即系阿思凡系啊。別に何でもないから。冇啲咩大不了，冇大不了就唔会咁嘅反应啦。啊，冇办法置之不理，咁追佢咯。喂行开死啦，唔好记得咦，听下情报先，反正见到佢企咗喺度，哇，即头先行过嗰跑过嗰个女生好可爱，哇，我唔知喎，跑得咁快点睇到啊，你咦呢边有人卖嘢喎，我哋打 RPG 嗰啲系咁样嘅，周围有啲咩都走去睇下，啊，咪跟住我都话唔好理你啦。不可以不理的，为什么要你非得担心不可，你估真的担心你啊，我想拿情报而已，想跟你谈谈你经常想什么，你真的无法理解，想拿些情拿多些情报对付鸭之前都很简单，没什么跟你说，即是起些争执跟鸭之前嘛，摆明的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噂くらい知ってるよね、鴨志田先生とのこと、私とできてるってみんな言ってるけど、あんなやつとそんなわけ、不会中意嗰种人渣。鴨志田から電話かかってきたの、番号を教えようって言われてもごまかしてきたの、これから鴨志田の部屋に来いってさ、つまりそういうこと。我要威胁佢。断如果拒绝佢咧，佢朋友就冇办法做呢个正选球员啦。司法のためだって言い聞かせてきたけど、これ以上はもう無理。乜冇办法做正选球员系一个啊？佢朋友冇办法做正选球员系可以有一个咁大嘅，系一个咁大嘅筹码。だって私には司法だけしかいないから、私どうしたらいい？应该点做，梗系唔可以俾佢如取如攜啊！何言ってんだ？啊，明明同你啦，啊，明明都唔识你，竟然讲咁多嘢。就是因为不识才可以讲到那么多东西。そうか。変な人だね。啊，应该头先呢啲咧就无论我点答咧，都应该唔会点影响剧情嘅。啊，你真系一个坏人，同传闻入面根本就唔似。咁啊，传闻入面根本就唔啊，多谢夸奖。咁因為我根本就唔係傳聞入面嗰個人啊嘛。なんとなく思ってたんだ。どことなく寂しそうっていう。啊，總覺得你有啲寂寞。咁，梗係啦，一個人轉校過嚟，一個朋友都冇，你啊。私と同じだったから。就係得個蠢人做朋友。私じゃ。係 Jackie，hello 啊。係冇辦法幫到志凡咧，能唔能夠令到佢改變主意咧？如果能够将佢嗰啲关于我嘅记忆，仲有谂法全部消除嘅话，哇！咁讲到咁复杂，唔明喎。或者会发生嘅，不过。
唔好咁認真回答。未解決到，但問題並冇因為咁樣而解決啊！啊，唔好可以話俾其他人知。啊！你非常我就唔會同阿同個朋友講啊，即係同嗰個板井講啊，照計啊，唔係版本講噶啦。不過咧啊，我唔知個劇情會唔會啊。寧靜要翻去咩事？老師嗌你咯，梗係係啦，擺到明啊，唉。先生，啊，即係傳話啫。果然是一个奴隸，好适合做。收线不听。跟住就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今晚才回来走去哪里行街。被不良少年纏上，咁唔好啦，梗系唔会咁讲。呢个实际上唔系啊。啊，你唔会同一啲奇怪嘅人啊混埋一齐啊？识到朋友啊，仲系靓女嚟添啊！好。如果交朋友要慎选对象啊，否则想毁掉你人生。我之前啲朋友都唔係壞嘅，因為俾人搞到今日田地，啊就係因為搭咗一個權貴嘅膊頭就應該賴嘢啦。啊，所以膊頭不能亂搭，唔好太夜瞓。摩爾加納講嘢，你覺得點樣啊？啊，先不管係消除慾望定係偷走慾望，啊，如果冇搞好嘅話咧，答案自然基本上就係，死咗啦。啊，但都唔能夠俾佢搞同死人冇乜分別。理所當依個理所當然嘅報應嚟喎，嗱，因為你由得佢，你由得佢嘅話，佢啊就會令到更啊就會令到更多人受害喎，咁冇理由係。因为佢要保住佢一个人而令到其他人继续受苦嘅喎，啊，唔想做杀人犯，冇办法，啊，再，但系咁样算乜嘢杀人犯？好，照瞓。是不是 PS4 鋪？不是啊，因為呢我太早買 PS4 了。我買 PS4 是我的部 PS4 呢是人中之龍人中之龍極的同款版來的。咁所以呢就即係話喺嗰隻 game track 嘅時候就買，咁買完之後呢我諗大概半年至一年左右啦先至話有PS4 Pro， 咁所以咁我暫時我又冇諗住玩 VR 啊咁樣啊 VR 嗰啲 PS4 game 暫時冇啲邊啲係我覺得嘩我一定要買部 VR 嚟玩咁樣，咁所以呢暫時對買 PS4 Pro 呢就冇乜好大嘅慾望啊。啊，即係除非有一啲可以，即係覺得喂一定要買喎 PS4 Pro 啊，否則咧就暫時都唔會換機住。同埋我覺得換機好煩啲 account 嗰啲嘢咧，好多 loading 畫面，係啊，係好多 loading 畫面噶啦，因為依只 game 其實好多嘅劇情啊。啊，佢兩個一直咧係會獨處到好夜嘅時候，哇！啊，不過就算咁樣都一直嚟開會啊，真係尋日冇嚟喎。咦，咁好大嘅，咁有奇怪事發生喎。啊 ，VR 唔係鋪都玩到，咁啊
喂，但係真係暫時冇啲乜嘢 game 啊！你知唔知道三權分立？梗係知啦、啊。立法權歸國會，行政權歸內閣，司法權歸法院。嗱、啊，呢、這個日本又可能咁講嘅，香港唔係咁講嘅。啊！我哋唔係講三權分立㗎，我哋係講三權合作㗎。啊，因為權力集中起嚟咧，就變得無法控制，所以咧就有一張權力分散、互相監視同埋抑制嘅機制。係，如果行到就係咯。跟住突然之間有隻貓走出嚟。啊，諗唔到其他辦法啦，就聽我講啦。哇！我不嬲聽你講嘅，係個劇情唔俾我聽你講啫嘛，暫時你咪出聲添啊！如果唔係啊，三權。啊、三權分立是 保你不住的。傳聞中那隻貓難道在附近？剛講的重點，想到其他方法，專心上堂吧，麻煩經常上堂用手機，浪費上堂的時間。啊，鋪係玩 4K， 4K 我又暫時冇好大嘅慾望，我覺得啊依、這個高清已經好夠啊，暫時啊，即係可能遲啲見識多啲 4K 嘅 game， 我會覺得哇，真係要有 4K 先得㗎。咁但係我又冇 4K 嘅電視，我而家用嚟打機嘅電視都係一係就用 mon 打，一係就用依、這個。即係用部好平嘅電視機啊，大啊，即係用部好平舊款嘅高清電視機打，所以就 4K 同我暫時無緣嘅。咩事？嗌我同志做乜？係啊，我係啊，但係我哋一定要好啊，係啊，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啊，即係啊，好多人同你哋講啊，我喺依度係冇三權分立噶，不過日本有嗱、啊，我講啊，我講日本啫嘛，其實我都唔知道日本有冇好啲啦嚇、啊，跳樓真係靈正啊！哇、啊，即刻估到啊！仲有邊個唔好出去？好難啊！個個出去睇戲咁睇啦，真係。其他人聽唔聽唔聽到只貓講嘢我都唔知喎。哦，啱想講，仲望跑上去阻止啦咁樣，啊唔得啦，已經跳咗啦。落係落去啦，啊跳完都總要有人救噶。啊、所以聽唔聽到只貓講嘢，我諗可能聽唔到、啊。去中庭。誒、欸？唔俾嘅咩？一定要行路行。議論紛紛。有冇睇到啊？跌落嚟嗰個，跌落嚟嗰瞬間睇唔睇到？哇！睇到哇，成班人好似睇馬戲團咁樣。啊！喺嗰度跌落嚟真係好危險啊！哇！黐線。几层楼跌落嚟，梗系危险啦，仲使你讲？行开唔该，喂，咩回事？啊，呢边行唔通，喂，使乜啫？你话喂行，全部行开，不良少年团喺度，咁样全部都弹开噶啦，实习大楼嗰边。核酸应该有，应该喺依系咪喺依边兜过去？其實有前科轉校生係咩事？有前科咧，就即係話咧係有曾經犯過法啊，曾經犯過法。咁其實喺日本咧，即係其實都係噶，即係我聽啲即係睇嗰啲文章講啦，亦都啊，即係其實都唔係喺日本噶，基本上全世界都係噶啦嚇，即係包括喺香港都係啦。即係如果你本身係有前科，即係話你曾經犯過法嘅，你有案底嘅，咁嗰啲人都係會對你有有色眼鏡嘛，即係覺得你哇唔知道做過啲乜嘢。咁同埋咧啊，咁啊 ，ID Bayman 啊，即係發生咗咩？即係佢之前有咩前科？就係佢咪好似破壞之王咁樣咯啊！
即系个啊，但系冇粒加菲猫面具咯，所以俾人认到咯。啊，就系、是、叫人放开女仔佢咁，跟住埋去搭人哋个膊头，跟住嗰个人唔知点解弹咗出去马路度咧，啊，就瞓低咗咁样，跟住佢就俾人捉咗咧，话佢伤严重伤人啊咁样啦，咁就犯咗法啦。哇，个阿 Sir 好白痴，哦，即系嗰个肥佬啊嘛，啊，嗰个公民科教师。叫其他人讓我係咯，咁啊，你兩個肯講話不良，我係不良少年軍團咁樣，咁肯定即刻肯定即刻過到去，咁點咧？依度喂，喂，唔好推我啊，行開啦，你哋咁點啊？嚇，過唔到，都係過唔到去噶。切咁麻烦呀，等一下再睇下，好难等一下喎，劇情需要。哎，呢度开到门啦，起码。北斗神拳关北斗神拳咩事？啊，仲上紧堂，哇！嗱，周围嗰啲人啊，个个喺度攞部手机拍咯，吓、啊，即系同现实一样嘅咋，即系有啲乜嘢事嘅话，啊，个个人都当自己战地记者，攞手机拍咗先，即系前一排咧，尖沙咀嗰单嘢，尖沙咀地铁站嗰单嘢都一样啫嘛，个个走去啊，个个走去攞手机喺度拍，那个衰人真系。啊！邊個要陪同傷患？有冇教職員喺度？啊，唔係班主任，要揾校長喎、哦！哇，個個有走，個個都走去推裝喎、哦，係啊，陪個人，即係陪個學生去醫院嘅，使唔使你推我樣啊？哇！但係依個勁啊，即係如果打排球係可以打到咧，喺三樓跳落嚟，啊！竟然係可以講到嘢嘅話咧，其實個個都打排球啊！真係，誒講嗰啲嘢，肯定係就同鴨志田有關啦，都唔使諗。啊，咁啊，因為跳樓跳喺草地呢度啊，咁可能冇事啊，仲可以講到嘢喎，清醒喎，咁啊證明啊，可能斷咗骨啊咁樣啦嚇。哦，依、這个咦，好惊咁走咗，唔通你就下一个谂住？佢肯定知道啲嘢啦，因为系佢叫啊嘛。好啦，冇颈嘅校长又走出嚟啦，即系特登画到佢咁样，系边个？系边呢只 game 嗰啲人设系边个人画噶？啊，咁都死唔去咁样。如果幾層樓跳落嚟咧，其實又喺草地咧，咁認真講又好彩嘅話，其實未必會死嘅。因為有草地去射一少少力又好啲嘅，咁同埋你睇下咩地方落地先啦。咁但係傷好傷啊，肯定就係、是、肯定就係好傷啦，死都未必會死。那個老師師似有前科係啊，擺明啦。不過個問題係佢啲前科冇案底啊，因為個個人都隱瞞住唔講啊嘛。點解要走？咁都叫冇逃走？而家有人跳咗樓喎，唔好打我，冇諗住打你。如果打你你就驚嘅話，咁啊打即係一早打咗啦，打多幾下添，打得勁過鴨，打得金過鴨之前打你添。你知道咗啲乜嘢？同埋嗰个校长个头，因为即系都唔知点讲好吓，又冇颈啦吓，个形状又有啲少少怪异啦，咁样啊，你自己谂啦吓。好，另请佢啊，另请佢咧啊，寻日啊，俾鸭志田老师叫咗佢啊，唔知做啲乜嘢。叫完之后都唔知咩嘢啊，喺教官室，我俾鸭志田老师叫佢嗰度好几次啊，次次都唔系好嘢嚟噶啊。其他社员都系啊，老师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就会。啊！點名要人去咧，然之後打佢，體罰就真有其事。嗰啲唔係叫罰啦，做錯嘢，做錯回報嚇、啊，做錯嘢，你對佢懲罰叫做罰。依啲咧純粹係虐待啫，唔係叫做啊，唔係叫體罰。
啊，睇法都讲唔上啊！啊，宁正常冇犯错都俾人叫咗去啊！咁系啊，因为啊，因为阿高卷拒绝咗佢啊嘛。啊 ，Tevin 晒嗰啲自你自你嗰啲你自己谂啦吓，唉。啊，但我唔知点解要画到个头咁样咯。啊、版本肯定是想去鸭之田老师那里在二楼的体育教本身。为什么又是为什么又一定要跑呢跑上去呢明明的、啊啊。版本又是的真的太过、啊、太冲动了。一是就揼他走去闹两句有什么用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啊、对那个女生做了什么突然跑来做什么不知道有什么踢凳踢凳有什么用踢他才有用嘛、啊、是你命令我将灵井压在这里灵井肯定是在这里不知道、啊、不知道受了什么苦顺口开河就讲这些没有证据的事没有用的、啊、总之你因为没有成为正式队员怀恨在心、啊、踢你走、啊个校长好似徐锦江系摆明啊，其实唔系嘅，其实徐锦江个头比较细啲，就算退一步啊，就算啊，当情况啊同你所讲嘅一样咁点啊？啊，医院已经联已经医院已学校啦，啊，失去意识而且恢复几率低到令人绝望啊，咁样仲可以出嚟指证咩？咁即系啊，哇，即系变成呢个嘅啊，失去意识而且恢复嘅几率低到令人绝望，咁即系变咗植物人。哎呀，冇复原的可能咯，真系惨咯！哇，呢啲真系溜打，点解又嚟啊？咁就真系啊，再嚟一次正当防卫。点解锁住啊？因为你唔够打咯，佢挑衅你啊嘛，你又唔够佢打。既然是你出嚟阻止，真系令人惊讶。啊，打我一份。啊，呢个所有嘅人都要退学啊！下次你示威就收拾你哋。简单单就定案。系啊，系简单单就去定到案噶啦！成间学校都系靠我，啊，成间学校嘅名都系靠我压制。啊。你竟然啊，殺尤其是三到你啊，同佢一齐威胁我，就系同罪啊！你同啊，啊冇才能啊，仲喺社团入面嘅理由，你仲谂唔出咩？啊，虽然你而家同佢哋一样咧，扮系被害者啊，但系将有前科，但系将啊之前泄漏出去嘅嘢就系你喺网路上面写文，真系过分哦！即系散布谣言嗰个就系你咁吧，但系其实唉有乜所谓啊？咪又系鸭子田，如果唔系佢鬼知咩？啊，玩够啦，退学啊！哇，如果啲老师要啲学生退学系咁容易嘅话咧，就真系啊，点解呢种人啊？仲有嗰个方法？你个脑有问题啊！虽然唔知你急乜啦，想啊，想去试啦吓。不过你只系等住被处分，同等住被处决一样咁嘅语气嘅啫。其实出拳前要左翼手好难睇，因为有力噶嘛，系嘛？但系个都好似咧，通常做咗呢种动作阻止人哋出拳嗰种情况咧。是那個人阻止了是不會 是完全動都不會動的好像 很大力很勁的樣子那現實上我相信這當然不是啦、啊、要去那個世界、啊、不是要修理他是不是要打他、啊、不是要教訓他而奪走扭曲的慾望、啊、你早覺悟未、啊、上次說可能成為廢人的事現在真的有個成為了廢人了咁你咪想繼續有啊？佢差啲害死人啊！啊，你咪想佢繼續令到其他人變成廢人啦、啊？一早覺悟啦，係個劇情唔俾我推展啫。
パレスを消滅ってやっぱ大変なのか。毀掉殿堂嘅話係好麻煩嘅事，你試過未？そんなこと言った？幾時講過呢句説話？嚇？知って？大学って？退學嘅寫真，已經傳開咗啦。好多嘢都傳開㗎啦。またか？就代表真嘅咩？そんなこと言いに来たのかよ。啊，你嚟就係講呢件事。要對付鴨志田嘅話，啊，包埋我一齊。啊，同你冇關係啊！你又冇戰鬥力。関係なくない。志保は私の。邪魔す。喂，你阻住曬。容赦ないな。あんなとこに連れてけるかよ。點可能帶佢嗰啲地方？佢冇戰鬥力。いざってなると、啊、緊急時候啊，女人啊膽咧比較大嘅，揸車嘅時候啊，你講緊，啊啲有啲女司機好咩嘅喎？喂，我喺日本咧，其實見我見到女喺日本咧，見到女司機嘅比例比男即係比喺香港啊多啊，啊但係咧日本嗰啲啊日本嗰啲女司機咧，即係啲女人揸車咧，其實就都好小心嘅啊，就唔同香港。香港有啲啊，即係香港見到啲女人揸車好鬼勁。或者咁講又係好粗暴，會一係好小心，一係好粗暴。哇！偷偷穿過層層防守華麗，偷出貴寶，哇！呢個秘寶就係怪盜。哦，聽落去都幾型啊！なんかかっこいいしかも。啊！而且有住鴨志田個名、學校同埋城堡，透過語音輸入就可以前往呢個神秘異世界。どんな仕組みだこれ？啊！邊個整出嚟嘅？點知啫？少し君は力も鴨志田都要用噶啦。行くぜ！出發。やっぱスマホが関係。手機。哦。結果俾人包埋入去。因為你放假，咩大男咩大男人翻工，唔係好明講緊咩喎？啊，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女，即係尤其是佢下晝啊翻工時間嘅時候，啲即係日本啊啲，即係有好多時候女人就遲家啦嚇，即係所以可能要揸車走嚟走去啦。咁所以咧，日本就女人揸車，我見到嘅比例比較多。咁即係多過喺香港啊。不過佢哋揸車咧，基本上都好安全嘅。哇！突然之間多咗個人喎、啊。什麼鬼？知らないよ。啊，都唔知點解嚟咗呢個地方。啊，呢度邊度應該學校先啱。啊，跟住只貓即刻喺度心心眼。啊，既然佢即係只要一個人使用就可以一齊入去嘅話咧，咁就會將使用者身邊嘅事物都牽連入嚟。呢个同鸭子田有关，总之你先走先啦。啊，嘈得滞会俾阴影发现啊！系猫猫怪，都系唔系猫啊？啊，解释一下点解释？应该系从入嚟嘅地方翻去，同上次一样。感覺佢好可憐。雖然上次，版本啊，上次帶住你啊，你冇戰鬥力嘅時候都係咁入嚟啦。啊，一切結束之後會話你知啦。不過走啦，唔該。啊，佢有呢啲能力唔讀仲好。咁屈機，咁佢而家未知道自己啲能力啊嘛。以后使用导航的时候都系要注意一下，唔好牵扯埋其他人。要先检查要使用嘅道具。なんで見てただけの我が輩の方が詳しいんだよ。つか出鼻から高槻に知られちまったよ。話説咧，剛才一開始就俾高卷知道咗，只能夠快啲解決。佢高卷幸女士。
小姐。シャドウどもに気づかれてるぜ。啊。頼りにしてるぜ。ジョーカー。ジョーカー。绰号。だせ言い方する。啊，系行动代号。本名で呼び合う怪盗なんて。互相叫本名嘅怪盗咧太长。我系嫌だ。それに。而且殿堂面咧，互相大声嗌本名都唔知会啊，通街都知啦。啊，所以以防万一啦，嗌代号啦吓。戦略的に切り札だから。就战力嚟讲，佢系王牌，系咩？決定だな。啊，就咁决定啦。次に龍二。然后龙狮。啊。喧嘩打ってんのか自分で決めるわ。小混混，你又叫烂仔啊咁样。咁啱啦。老实讲啊，我唔讨厌呢个骷髅用英文咪 skull 咯。聞くのかよ。skull じゃないか。我所以一开始游戏开始嘅时候嗰啲动画嘅时候就嗌啊，之后有嗌到 Joker 同埋 skull。依家行动代号猫啦，嗌猫就得啦。猫。まあ、ジョーカーもそれで呼びやすいなら、モナとしてやる。あ、虽然ジョーカー覺得咁樣叫佢方便咧，都算可以接受。よし、我が今後は。哦，今啊，一定要叫代號啊。よっしゃ。哦，原來撳 R2 係叫奔跑移動，但係奔跑移動咧係比較容易令人煩。哦，得 ，OK。咁奔跑移動嚟做咩咧？有咩必要？有啲咩必要奔跑移動咧？死啦！喂，上次喺邊度入嚟啊？喂！是不是在这边啊？哦，这里是吧？上次是不是在这里进来？好，爬上去。古城中央大厅。其實又冇話潛入有時間限制咁噶嘛，咁所以其實慢慢行都應該冇問題啊。哇！喺個大廳度好多，已經啊前幾日入侵者已經相當有興趣娛慶節目啦。啊！但係呢啲人渣咧喺本王嘅城堡肆意搗亂，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啊！所以啊，見即殺。啊，咁呢個又可以反映到咧依一個嘅啊，反映到啊鴨志田其實心入面咧對我哋嗰個嘅戒備啊，啊個同埋個敵意咧都已經係升到最高峰啦。啊，咁多士兵你衝埋去嘅自殺行為，而家你都受過教訓啦，啊，而且你睇下嗰啲啊坦白罪狀，既然如此啊，打到佢哋都冇意義啊，必須要偷走慾望秘寶先得。咁秘寶喺邊度？話到明秘寶啊嘛，咁梗係匿埋喺城堡嘅深處啊，先偷得到啦。唔通擺門口俾你攞咩？啊，咁啊，趁住嗰、那個啊嗰、那個人到嚟依度呢段時間潛入深處，咁唔通衝出去啊？我而家就開到門，依度都有守衞啊！咪打到佢，唔打到邊度得？啊咩教你哋好機會 ？Joker 開始，好開始啊！啊 ，hold up 同埋總攻擊，呢個係應用篇啊，會話俾你知 hold up 咧，除咗擊倒敵人，仲有其他妙用啊！所以其實到而家仲係tutorial，我打四個幾鐘，我打咗5個鐘都仲係tutorial緊啊！啊！呢个就可以倾，即系可以同佢哋倾偈，然之后说服佢哋成为呢、这个，即系说服佢哋成为自己人。啊 ，hold up！ 啊，呢只系鴨之田大人所讲嘅入侵者，你打算对我做咩啊？要钱，要道具，
定要玩唔講喎，咁會係咩咧？啊？咩唔做咩唔講嘅？殺人並唔係佢哋目的咩？啊，將錢或者道具交出嚟啦。啊，身上乜都冇喎。意料之外發事，乜都冇。啊，既然你乜都冇，咁你走下咪放過佢。去地獄後悔啊！冇辦法，算啦。被人拜託，你唔會有呢種被人拜託就無法拒絕嘅、啊。有啲咩過嚟？突然之間諗翻起啦，唔係只係屬於鴨子田大人嘅，而係飄蕩喺人類嘅深海入面。真正嘅名字係皮克希。咁佢咧就可以加入咧，成為收咗皮克希嘅面具，咁啊佢皮克希嘅能力咧就会成为自己嘅能力嘅一部分啦。今晚系咪唔会再开啊？今晚唔敢讲，可能会开啊，可能会开，可能唔会。啊，呢种情况又有，喂，你哋入侵者啊嘛，被发现啦，摆到明。佢高級啲入侵者喎，啊！剛才透過戰鬥咧，發現咗自己全新嘅可能性，啊！所以更可以召喚人格面具。一次行啊！雖然可以隨時更換人格面具，但喺戰鬥面更換人格面具一次行動只能夠使用一次。咁啊，試下先。我即係可以用另一個嚇，咁、啊、因為佢有另外嘅嚇、啊，因為佢阿皮克希佢有佢嗰個嘅嘅技能噶嘛啊，哇！用下佢啲技能先，電擊屬性打佢係啊，因為。啊、就是刚才阴影那些技能来的，所以你如果能够召集到不同阴影的、啊、召集到不同阴影人格面具的能力呢，那就好很多了。好，使用技能整埋他 Weapon 先、啊、那就两、啊、那边就 hold up 了、啊、小兄弟你不会杀我嘛，当然会杀啦，将力量借给我啊，咁啊倾下啦，之后决定帮唔帮你。有个女人喺度等我，你知道噶嘛？能唔能够俾我去我女人嗰度？佢系点样噶？你在意人哋嘅女人？睇嚟你都俾自己两绑得好紧。喂，冇喎、啊，喺死之前真系想去咩地方旅行一次？乜嘢地方啊？喂，啊，如果系小兄弟你嘅话，你会选择去边？选择去边度旅行？我想不会是地獄巡迴吧，坐豪华旅游去观光我都不好想喎，搭便车旅行啦，如果被怪人缠上好麻烦，就同而家我一样。好啦，啊，个年轻人尽情咁烦恼啦，其实想要逃跑。哎呀，系嘛，咁啊叫做即系唔能够将佢咩啦吓，唔能够将佢哋收服啦，但都唔緊要嘅，啊，唔收服都唔收服就殺啦。你得翻少少血啫，冇問題啊。なんてやつだ。つまりお前一人で。啊，啲怪有自己性格。啊，唔使認真答，亂答仲好。其實咧，佢依啲怪咧，嗱，即係之前因為打過即係女神轉生嘅奇異旅程啊，呢只 game， 咁其實咧，你要說服依啲嘅怪物咧，咁佢係佢嘅答，即係嗰啲答案問題嘅答案咧，你只要答啱咗咧，咁就可啊，你只要答啱咗咧，就可以將佢說服成為自己啊，說服成為自己人嘅。
啊，不過唔知呢集係咪誒每隻怪即係每隻怪佢問嘅問題都有正確答案嘅，不過我就先撞唔中啫，啊，因為我係跟我唔係我唔係根據佢嘅性格，根據我嘅性格咁諗啊嘛，咁所以就答唔中個正確答案。哦，好厲害叫咩咁樣？咁梗係啦，每個人只係有一顆心靈啊，正常嚟講人格面具每人都應該只有一個。啊、不過嗰個技能咧就係應該相當有利啊！啊，如果有機會咧，啊要多啲試下喎 ，Scout 都要幫忙。啊，將敵人全部 hold up 解決佢哋，可以嘅話咯。咁就睇先，補下血先。呢度有冇第二道門啊？喂，哦，有第二道門，如果唔係我衝出去打佢哋，死梗啦，唔使等啊，死梗啊，唔使等啊。而家六點咯，掛咗三號風球未啊？啊！落翻去三號風球未？誒，要紅地氈，有個閘，咁應該過唔到啊！啊，條路氣氛特別詭異啊，係啊，我都覺得，肯定有好多敵人，所以算啦。啊，主角多重人格唔出奇啊！好啦，依度咧就要。呢度就要好好睇下佢啲人點走。發現寶箱，你嘅寶箱不如你咗，點樣去對付敵人先啦？啊！清洗到啲怪先，再走去睇个敌人啦。好，睇下佢哋先。风系一定唔系佢哋嘅弱点，咁要试下第二啲啦。或者可以，唉，睇先。如果咁樣啊，留啲要留力嘅話，就梗係唔好咁快用嗰啲啊，用曬啲 skill point 啦。哇！但係26啫喎。你有乜技能啊 ？Get out。死刑台嘅人面花，嗰个有乜技能先？都唔关事，好。个攻击力比较低喎，主角。扣得人20几点，仲未升到级。火系啊，佢个弱点系火啊，个问题系我冇人用火啊嘛，我废。唉，盯住。被敵人偷襲啊！唉，哇，仲被圍住添。
快快脆脆，哇28。快快脆脆搞掂一隻先。正头先呢度咧就比较唔小心啲啊，吓，波升咯，仲有升个 level。但系就唔似有新技能。即系头先太唔小心啦。喂喂。要等佢，跟住从背后偷袭佢。龙师好高攻，系啊，好高攻啊，真系。但系我主角低攻啊嘛，好少可，好少可 RPG 知道主角系好低攻啊，因为哦阿南瓜，阿南瓜好似知佢弱点噶喎，南瓜系嘛？我已经知佢弱点啦，系啦，佢弱点就系用枪。好啊，放我一马啦。将力量借俾我，啊，咁咪倾下啦，考虑一下，啊，点解打上咩？取二代之错上吉祥物补助，就算补助对手都唔会轻松啊，因为动机啊，单纯动机嘅话咧，劝你咁就算，都系算。吉祥物，哇！咩话说我咩时候惹到你啊？唔記得做過啲乜嘢要受到咁樣對待，或即刻賴嘢。你太可愛啊！亂答，你愛太扭曲，踩到我地雷。啊！所以反而俾佢打。算啦。既然說服唔到佢，就攞佢命啦。超嘅，哦吉勾唔系特，哦当我特击都系攻击系嘅技能啦。但系呢啲通常就要扣自己 HP 嘅。好，呢度应该就空晒啦，咁啊可以慢慢。你头先话补伤啊嘛，边鬼度有补伤啊喂？好似角睇我补伤。挂一见到宝箱就挂住话要开嘅，只头先白银匕首，咦？咁样系咪可以装备佢？啊！攻击力即刻提升十啊！攻击力即刻提升16点啦，即刻高攻咗。咁啊，阿龙师咧，阿龙师就我普通棍棒，咁啊，梗系唔即系每个角色都有佢啱用嘅武器，个意思就系、是、啊，好呢度模糊嘅门，安全小屋，开个作战会议，可以喺呢度 save 啊嘛。哦，跟住就翻翻去啦，高卷啊！呢度就系光彩地方，点解又走翻翻嚟噶你？啊，
呢個 app 究竟係咩話？呢個 app 點解個個人都 download 到咁樣嘅？好似喺 Apple Store 有咁樣喎。公主，哦，跟住又俾人捉咗啦。点解感觉阴影比上次多？好简单啫，因为你不断挑衅阿志田，你仲谂住揼佢啊？佢防嘅佢对我哋嗰个嘅敌意提高咗，咪多敌人咯。啊，阿志田呢个人都非常警戒，咁梗系啦，做埋晒咁多衰嘢，梗系会高警戒啦。啊，佢都惊被揭发噶嘛。啊，首先要确定潜入路线。啊、就是通去秘宝所在之处的路线，但要做到这一点呢，都还要加强战力，再多一个人会好一点。你说你没有记忆，但是为什么这些事会记得的呢？战斗是本能来的，因为、啊、他是不是真的丧失记忆的？相信他啊，暂时那女人很麻烦、啊、成为了战斗力的话就不麻烦了。但其实应该在游戏后面呢，都有很多地方是要跟女主、跟女角互动的，那那里就可能会开始觉得麻烦了。为什么公主会在这种地方？公主现在打开门就知道，我应该是追踪入侵者的反应时刻、送到鸭子田大人那里，一定要调查一下。城とかナビも謎だけどよ。摩娜，唔該，系。我咧，なんだっけ？スカルだ。やばいぞ！大件事啊！アンドロが、お前。阿幸女士真系啊！阿高远幸又啊又翻翻嚟，结果被啊，结果又甚至被阴影带走。如果幸女士都有导航嘅话咧，就唔系唔可能。まさか。系啊 ，Apple Store 排行第一啊，嗰个免费 download， 所以个个人都 download 咗啊，而家。边个角色都有啊！而家边个角色都揿咗入嚟噶啦，就快要去救佢。但系救佢之前，睇下我哋嗰啲人个够唔够血先。只猫一般啫喎。Yes！ 你带路啊嘛，你讲到明系你带路啦。哇！食堂房间前面。又嚟？喂，咁系咪依边噶？会唔会系另一边啊？唔系依边，点解真系又要打？可唔可以入去 save 咗先啊？喂，冇时间慢慢休息，但系都要 save 噶。啊！食饭先，今晚游完再见，好啊，冇问题。其实我都开始肚饿。啊，不过都打完呢段先啦吓。Yes。哎呀，又俾佢出手先。敌人有三个，被包围。全部都是龙丝挨晒，不过咦？哎呀！高攻咗少少咯，但系对个攻击力都不太满意啦。虽然转咗武器，提升咗啲嘅，即系由打十几点变成打廿几点咯，但系其实就唔好够啊。呢个咩录影啊？负责人同我出嚟，负责人。
关负责人咩事？先发制人嘅好机会，睇下佢弱点系雷啊！好，咁我用吉欧，冇咁轻率，将力量借俾我。一见面做乜嘢啊？你系咪遇到啲唔开心嘅事？唔系咁样。咩话？系因为想要人哋注意你，咁你揾第二个咁烦我。哇，真系好鬼难揾。最近年轻人会随随便便杀咗毫无关联嘅人，我都系牺牲者之一。呢个国家冇未来。有未来都会来，即使咩都唔讲，时间轻痛，未来都会来。我好喜欢呢种谂法。喂，即系呢啲怪物系嘛？呢啲怪物或者啲阴影咧，谂佢好谂嘢，冇乜逻辑噶，真系。我唔系呢度阴影，我住喺人类嘅心口入面啊！真系说服到你啦。啊，我叫双角兽。收咗雙角獸嘅面具，咁冇錢啊，多六點經驗值。咁但係因為我多咗個多咗技能啊嘛，因為哦，皮克希學咗新技能帕特拉，唔知乜嘢嚟嘅。最紧要嗰啲 skill point 有冇加先？喂，走翻出去先，走翻出去先，因为我要睇下自己嗰啲新技能系乜嘢技能啊，大佬喂！迪亚，因为佢有沙，佢有唔同嘅咩啊嘛，呢个解说唔使解说，睇先，哦，使到一名晕咗或者喺睡眠状态嘅人痊愈，好紧要啊！呢啲。因为即打 RPG 咧，中异常状态咧系好麻烦嘅，会令到自己即有好多种异常状态啦吓，有啲异常有啲状态会令到自己失去攻击力噶嘛。要好好咁匿埋。咁样先可以从背后偷袭佢。好，又系你，又系两个南瓜。倾下。又系咁嘅麻烦事，太有名又唔系几好。呢种时候，人类总系会嚟签名或者。你想要边个？肯定唔会要银行存折啊！咁喺上一个回合同佢哋倾偈，似乎佢啲虚荣心都好劲啊！签名啦，冇笔同纸噃，要写喺收银条后面嘅话咧，我唔做噶。啊，加得好奇怪，心跳个不停，好难过，啲咩事？呢个就系恋爱啦，踩到我地雷，又唔得。哇！就由佢一炸522喎。咁唔得啊！一定要回咗血先啦，唔好讲笑。
哇，一夜五廿一。哎呀，弊！我想加血噶 ，SP 不足，哇，好彩啫。揿错掣啊！其实我想加血噶。如果正头先咧，佢 SP 够咧，整多一夜法术咧，佢阿只猫就死啊！啊！遲啲瞓覺得合嘢，哇！好嗰時就麻煩啦，即係你要諗下邊只溝邊只會變成啲乜嘢？就算俾個表你啊，啊喂！甚至以前嗰啲女神轉生嗰啲咧，直頭係出本書話俾你知啊嘛，因為嗰啲資料係厚得好緊要噶。よし、倒したな。んじゃ先行くか。好，继啊，继续搞掂咗三个啦。不过暂时未曾好好咁样谂到啲。咦，依边如果突然之间开咗，喂，肯定有古怪啊！无啦啦开咗。补补血先，龙师都要啊，因为。有行啦，隨意觸碰海甲嘅事，我願意道歉。唯有救佢，準備好未？去啊！補滿曬血噶啦，啱噶啦，得噶啦，去啦！要報警。佢系入侵者，鸭之田。啊，嗰人咁似我嘅。点解学校会变成咁啊 ？cosplay 啊，啊，居然会将呢种女人同我嘅性格啊捞乱。game 咧，你嘅打扮你咪癫咗啊？雪啊，有乜所谓？一个平时嘅癫噶啦。冇所谓，因为呢度系本王嘅城堡，系欲望嘅世界。啊！依度边度嚟噶？啊，风俗店，肯定都系差唔多嘅地方啦、啊。啊，系个有活力嘅奴隶。居然对本王有意见，你觉得点？居然够胆顶嘴，唔能够原谅。啊，拎个处刑啊！哇，真系。啊，点样啊？将佢咧啊，切开八碌好冇？你咪認真，哇！真係過分喎，依啲咩嚟㗎？我依啲都全部都係啲奴隸，但係粉紅色嘅，都唔知有冇著衫。係咯 ，SM 咁樣。喂，睇下嗰邊，哇！而家先睇到，遲遲啲啊。邊個先係高卷？啊、你究竟要嚟几多次？反正你同嗰啲贼人都一样想揾我算账啊嘛。但系名字我唔记得咗，不过因为嗰个女生之所以跳楼都系因为你嘅错啊。如果你唔肯听我讲嘅话、啊，因为你唔肯听我讲，所以我揾佢嚟代替你。你个咸湿佬！我即刻杀咗佢。一齐欣赏分尸。哇嘿！配唔到音啊嘅嗰句。哇天啊！一露出咁嘅表情就唔好啦。咁要任佢摆布。嗯？
了。不可以对这种人渣言听计从。跟住又有动画题啦，就轮到佢变身啦。即系都太迟出现啊嘛，而家先至咩？如果你唔正面面对嘅话，边个释放呢管恨意？你心中嘅另一个你，系一个咁样呐喊紧。终于缔结契约。卡门。忍耐解決不了任何事，既然明白就將力量借給你，跟住就撕開面具，成為卡門。卡門應該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人來的了，即是比賽著名的歌劇卡門都已經看，大家都看過了，即是大家起碼聽過個名字，未必看過啦，我都沒看過。其實我是不会喜欢你这些人的，你拿走自焚的一切，绝对不放过你，燃烧小宇宙，不准你再肆意妄为，即刻全部变身打过。但是这次有四个人，哇，但是他这只都好少高 level， 不会再忍耐。以死謝罪冇咁容易。呢啲只係將女人當成泄欲工具嘅人渣，仲講愛，笑死人啦！他們全力戰鬥，佢有冇槍嘅咧？咦，哇，好多有槍喎，仲要36喎，射多幾槍先。呢、这个叫警卫队长，枪又唔系佢嘅弱点，要揾啊，要揾佢弱点都唔容易喎。好，枪就唔系，咁电会唔会系啊？这个就是用回自己的个，哈耶，不得，不是电脑的正由先已经不是了，电脑好像有人用过，是吧？咁啊，靠啊高攻，哇唔得喎！佢直头打击系有对有抗性嘅喎，风咧哇直头中四又中弱点，仲识得回血啊！喂，点打咁样喂？手一定要找到弱点才得，风又不是，死亡那个即是骷髅又不是，打击又不是，咁即系得翻电啦。呢个一系就火焰属性，试下，哎，果然 V point， 唔理啦，总攻击。不可以浪费时间啊，不可以浪费机会啊！哎呀，但系原来真系扣得96太少啦。
果唔係會死喎，回自己。回歸戰線，正頭先咧就可以見到佢個弱點就係火。啊，系咯，雷，咦，系喎，雷未試過喎，睇下先，試下雷先，唔得喎 ，resist 喎，風啊試過咯，誒，補血先，補個卡門血先。佢普通攻擊就唔使驚。总言之，能够用到嘅都用晒啦。佢火啊，即系火嗰、那个好倒地，再嚟多次总攻击。都唔死得。都用技能啦，希望扣到啲啦。唉，扣唔晒啲血啊！扣得多，哇 ，miss 咗添，直头。系啊，我都觉得啊，太丢人啦。但系你又点啊？都唔死得喎。呢、這个队长都几劲喎！啊，冇谂到呢个世界居然存在唔肯乖乖听鸭子条大人嘅女人，喺呢个城堡道入面就系啫，系嘛？啊，呢、這个人喺学校外面咧，其实都只不过一个咧黑人憎嘅，系嘛？黑人憎嘅大叔啫。哇！打完都系得个25点啊，25点经验。但打得都算辛苦啊！有兩隻都，如果有兩隻啊，瓜得啊，真係啊，真定假逃走係啊！但係佢都無力啦啊！你點解對淑女講啲咁樣嘅嘢？幸女士，啲咩動物嚟啊？呢度咩動地方？我唔係動物，邊可能冷靜到落嚟？見到只貓識講嘢喎！几时讲到吓？几时着成咁？喂，你做模特儿嘅着成啊？你着成咁都应该试过啩？冷静啲啊！边可能冷静得落嚟？追兵马上要嚟啊！冇时间慢慢讲明啊！不如暂时撤退啊！冇办法啦。你扶嗰边，即系两个一齐叉佢出去。咩要边个？非碳酸哦，即系饮咁快就冷静咗落嚟，可以饮嘢。其实两支都系汽水嚟嘅，咁要支深色嘅啦，好类似可乐咁嘅嘢啦。我要柠檬。我咧，猫系唔可以饮咁多嘢，一只猫系唔可以乱咁饮嘢。啊，稍微冷静咗，幸女士，竟然同猫讲嘢，真不可思议。但系你唔系猫嘛？系啊，你第一个话我唔系猫嘅。啊，如果嗰啲啊突然遇到呢啲嘢，要你即刻理解咧，强人所难嘅。哇，即刻几有礼貌啊，真系。幸女士嘅反抗意志啊，只要有呢个嘅力量咧，就可以嗰个世界战斗。都话唔系女士啊，讲到咁老。我真系能够令到鸭子田悔改。坦承自己嘅罪行，點樣都好啦，最低限度令到佢啊冇其他辦法對付佢啊，因為其他排球社社員咧都唔肯講嘢，啊，其他佢啲同事啊，同埋咧啲家長咧都視而不見。就算鬧大件事啊，到最後佢都係解決到啊。咁既然係咁，不如用我哋嘅方法試下解決佢啦嚇。
私にもやらせて。司法のこと償わせてやりたい。一定要贖罪，佢哋会自焚。如果咁嘅事，唔可以俾佢逍遥法外。今さらっと私にもやらせてとか口走ったか。事情都已经变成咁啦，仲话咩俾我参加？一定会去噶，大家一齐。見たでしょ？啊，我都可以战斗啊。咁又系。有信心，正头先都系佢打中咗啲 point 先赢到啫。戦力的にも。啊，系咯，而家战力不足 ，level 又低。ダメって言っても一人で行くからね。唔同意嘅話咧，我一個人都會去。咁既然一個人去咁危險，咁不如四個人去啦。私は絶対司法だけじゃない。今ももう誰一人。唔會再俾任何人一件事喊。啊，從恆生上啊，高卷恆生上咧就睇到感受到佢對戰鬥嘅堅定決心。啊，但係 level 唔係好夠。有冇讲只猫点嚟就未讲、啊、我相信去到后期咧会讲嘅，即系个剧情去到后期应该会讲。怪盗行为呢啲咁危险嘅事，我唔认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举行，咁样进行。另外就仲需要欺骗周围目光嘅演技，如果有个擅长呢啲事嘅人咧，都不足为奇。听到嘅话回答，回答乜嘢啫？噶你问，你想你问乜啫？噶。コンソルの生誕に祝福の風を得たる。自由へと至るさらなる力とならん。はい。咦，又多咗一张探头牌。喂，我想问下大家有冇断线啊？因为就头先个 OBS 话俾我知佢断咗线喎。大家系咪仲即系正常睇到个游戏嘅播映咧吓？哦，闪一下冇断，系因为个 OBS 话俾我知有问题。啊，但系我睇翻佢嗰个系绿喺即系右下角，我个 OBS 系绿色状态嘅，咁即系话应该系冇事嘅。啊，但系佢话俾我知有断线，唉，唔知道，我已经唔系用 Alta 噶啦吓。即係已經係用緊呢個嘅即係我直接插條 LAN 線落部電腦度做噶啦。我驚用 Alta 會有好似上次玩《貓保險第三》嘅時候嗰個問題啊，嗰個問題經常斷線。因為其實如果我喺自己個 game room 嗰度咧，如果我係即係用翻個 mon 嚟去打機，然之後係開部 MacBook 嚟去睇留言咧，其實對我嚟講係最方便，亦都坐得最舒服嘅。啊！而家其實我係坐得唔係咁舒服嘅，即係我打 PS4 啊咁嗰啲就會PS3 嗰啲就有啲麻煩。哇！咁啊，又係啦，另一隻嘅塔羅牌啊 ，Lovers 啊，學會換手即係咩？行く時は声をかけてね。个主角被警察拉咗，系拉住诶个主角。其实你吓可以睇 ID 俾我睇翻之前啊，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已经被警察拉咗噶啦。即系佢而家系喺两个时空度穿梭，而家咧呢一度系讲紧即系你喺两段剧情咧，你可以睇下个左上角嗰个日期。咁呢度系4月15号啊嘛，咁嗰度就之后嘅。即系其实一开始喺个故事一开始咧，就已经系个。即係結局啊！個結局咧就係個主角咧係即係俾人拉咗咁樣。咁而家咧其實係玩翻俾人拉之前好多個月之前咧所發生嘅事嘅啊。咁啊跟住應該咧就係會慢慢隨住劇情進行咧就去翻打賭場。咁賭場嗰度就係個主角一開始俾人拉咗個關卡。咁應該就係要征服翻嗰個關卡咧，咁就可以唔需要俾人拉啦。我估係咁樣啊！大家係唔係大家都唔需要答我，因為。我有本攻略本喺度，但系我系冇睇过啲剧情啊，同埋啲剧情嘅日文咧，所以其实我系唔识睇。モルガナも、こちらこそだ。いい子だな。即系一个好女仔啊，坚强啊，关心其他人，最紧要就系靓。しかも
啊，而且為了自己的願望不懼艱險，實在令人感動。啊，而且仲係美娜都話啦，最重要嘅理由擺咗喺最後。啊，話説今後我哋幾個最好人夠馬上集合起嚟，最好有個秘密基地。學校嘅頂樓都唔錯，啊，成日都冇人嚟嘅。ハレスの中じゃ連絡取れない。無間道咁樣。というわけでお前、我が輩のお世話を頼む。係啊，呢個就叫道罪啊，呢個道罪法。任せ。啊，我屋企絕對唔得啊，因為通街都係人啊，成屋企好多人，可能啊。秘密基地已經定好啦，就等聽日啦。じゃ、我が輩の滞在場所を確認しに行くぞ。今後要住嘅地方。修進學院嘅頂樓就成為咗呢一個嘅秘密基地。上樓啊，就要營業緊。哇！但係依度有個著龐黑裝嘅女性，仲要係人設上都係靚女，傾兩句先啦。喂，人哋黑人嚟噶，服醫生，佢係醫生，依個係醫生，咁好多人睇佢喎，應該都係想同佢傾下。你唔好對客人落手，同埋可能幫我加 HP 咧。第日，多謝款待，唔使俾錢噶。哇！啲物仲要爛嘅。今日算係收工啦。剛才嗰位客人係邊個啊？就係附近一係附近診所嘅醫生嚟噶。幫我睇佢咧啊，即係。啊！佢睇人哋啲病咧係好馬虎啊！嚇，成啊亂咁睇嘅，成日都啊乜嘢病都話佢係啊係感冒嘅啫啊，仲成日開埋一啲一聽都冇聽過嘅，但係又食唔死人喎。如果唔係個牌就冇咗啦。啊，附近啲人都咁講噶，但係佢竟然可以繼續做到生意。正頭先嗰張唔係 lover 卡咩？唔係情人咩？正頭先嗰張死神卡咩？高卷行應該 lover 喎，冇理由高卷行會係死神卡咩？喂，呢個咩地方？廢屋嚟嘅啫喎。喂，點解會有隻貓喺度噶？佢無家可歸啊，因為同我一樣。我哋餐廳嚟啊嘛，邊可能有動物㗎？佢可以捉老鼠喎，但係。不過如果有隻動物咧俾你照顧嘅話，可能會好啲嘅，係咪算啦？啊，但係唔可以喺啊我即係嗰個 open hour 嘅時候咧出嚟吵吵鬧鬧啊！如果走來阻住我做生意咧，即刻就掟佢出去。ここの上司か？啊，佢就係城主，係啊，係可以隨時掟你出去嘅城主。雖然將你掉咗去個廢屋啊，但係依個大叔都算幾好。不過好似普通人都只會聽到貓叫聲，偏偏仲要叫得咁可愛，俾啲嘢你食啦嚇！啊，改名未啊？摩爾加納啊，改咗名噶啦，其實佢自己幫自己改嘅。我醫生係死神，係啦，即係我特登整嗰個。特登整個靚女醫生出嚟，咁肯定係啊，應該會係角色嚟噶啦，啊，不過個即係不過佢著到咁樣話係醫生，真係唔敢睇佢嗰啲人，啊，或者見佢靚嘅個個都走去睇佢。其實我都唔記得咗自己乜嘢嚟噶啦，不過被異世界扭曲啊，搞到唔記得曬記憶同埋咧真正嘅外貌。可能本來是人類嘅，你係啊，即係美女與野獸咁樣，嗰只野獸本來都係人啊，係個呵，本來係人嚟個呵。有嘢食啊！喺嗰邊嘅世界咧就唔會肚餓，但係喺現實世界就會，好快食曬。等價交換。
啊，其实我咧聪明又手巧啊，可以识得用呢个潜入道具。咩叫潜入道具？做完交易之后再话你知。哦，好啊。成交，有嘢食。啊，系啦，跟住咧就又个时间翻翻去啊，翻翻去前面啦，咁跟住即系翻翻去后面啦，啊，又系俾人拉咗嘅时候，啊，又翻翻去俾人拉咗嘅时候啦，所以其实系两个时空交错嘅，啊，个故仔系能够巧妙潜入并脱离任何地方，即系表示咧有可能用咗特殊嘅道具，同时亦表示咗有制作呢个道具嘅人或者猫。是啊，製造呢個道具嘅都係，其實都係，喂，又係呢句嘢喂。喂，呢句嘢係咪有啲咩特別咧？點解個喺個遊戲入面啊，即係不停出現嘅咧？要即係好似越難越愛咁樣喎，即係係咁不停重複咁啊，好似。魔術師潛入道具的配方，潛入道具的初期配方已經開放，可以開始製作潛入的道具。得哦，在合體產生魔術師屬性的人格面具的時候，可以透過阿爾卡納爆發獲得經驗值。其實我不知道有乜潛入道具的事咧，就啊唔背。战力量真的很厉害，那种力量得到成长可以成为一张可靠的王牌，以后一起行动。人格面具是心灵产生的力量，你积累什么经验一定会对那份力量产生影响。认识有才能的人的话，我就可以学会各种技能了，这个都是交易的内容。总之你讲得很复杂，但是在游戏后面应该会越来越明白呢，那个系统是怎样的。看不明白的東西，暫時不用明白了。不過以貓的姿態來說，移動不太方便，用這個包忍耐。什麼用這個包忍耐？今天多謝大家，你們救了我，還沒道謝。對龍師道謝吧，當然不會啦，不要緊，不行，總之想向你道謝，明天見。你們就是用這個發送訊息的嘛，我也想一起發。黐線嘅，你都冇手機發乜鬼嘢？啊，呢度人住嘅地方係咩？係啊，的確唔係人住嘅地方，我都覺得係。周圍都飄滿曬塵，去到而家都仲未死得咩啊？好大紙箱裝住你嘅嘢。先打掃房間。这张卡可以用，不过第日先收拾啦，要睡觉。咁即系又要翻嚟瞓啦，算啦，瞓啦，有瞓。有股沉重嘅压迫感，梗系有只猫喺上面，梗系砸住我。梗系好有压迫感啦。好，星期六，咦，星期六要翻学嘅咩？即使人多，运气好都可以坐低。乜可以俾猫咩嘅咧？俾猫搭车，呢段时间好浪费，如果更有效运用就好啦。系攞嚟温下书啊，打下机啊。做咩面色咁差？最近有啲唔好舒服啊，脑袋啊，即系个啊个头好重啊，啊身体无力。市面上嘅成药啊，边一种都冇用啊，唔通又有新型病毒？啊，可能系精神失常嘅前兆嚟啊，就快黐线噶你，去医院先啦。なるほど。医生开嘅药效果系咪更好？系嘛？寻日嚟嗰个女仔医生嚟噶噃，唔系啊。佢似唱歌多啲，
虽然着得好特别，但系佢都系医生嚟。喺殿堂太粗鲁嘅时候咧，需要效果良好嘅药物，都系。但系有机会见到佢先至讲啦。屋主系咩人？睇个样唔似普通人，唔知啊，我都吓、啊，我都唔知道有个剧情。哦，方学校秘密基地集合，上紧堂啊！你好认真上堂，摆明啦、啊。虽然课程内容完全听唔到佢，但系都有认真上堂。秘密基地喺边？学校顶楼，入到嘅咩？破例俾你入嚟，得啊！迟到都罚钱，黐线！喂，你真系东张西望系嘛？最憎人东张啊，最憎东张西望噶啦！公民老师牛丸，系唔紧要啊啊！冇问题啊，我听到你讲嘢，你问我问题啊！哎呀，喂，飞粉刷，逃学威龙，啊，因为你谷东张西望，所以几年轻人，叭，要完美避开，需要更加多嘅灵巧。咁即系咪好似逃学威龙咁样咧？我之后咧啊，随住能力嘅进展咧，我可以啊，佢掟粉刷埋嚟咧，我可以接住佢咁样。大家到齐，跟住行啦。啊，接下来只需要偷做准备先。只有嗰个人格面具咪咩都得咯咁样。太天真啦！有人格面具有咩都打得赢噶啦。上次啊，就系打一只队啊，个就系打一只队长啊，四个人都争啲被全灭啊。要做好准备先，要做啲咩准备？问得好，幸女士，要想办法强化下脆弱嘅装备。武器啊，有间啊有间铺头可能有得卖。之排咧筹措咧，到咗殿堂之后感到疲乏时候，需要嘅药。哦，啊，要翻去啦，系啊。啊！一只猫买唔到嘢啊，所以要揾人帮手。切，其实真系，其实根本就系想揾啊，即系见到人哋，见到个医生靓女，想揾下人哋啊，掉低正经嘢。我好似要执捉咩抓住啲乜嘢啫？我啊发现有啲嘢可以去睇下。传闻中咁可疑嘅医生，应该去商量一下。真系摆到明咧，就系因为人哋靓啊，所以就要揾个藉口要再睇下人哋，就搞到咧有依一个嘅啊，有事情可以做啊，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啊，或者去潜入去个迷宫度练功咧嘅时间咧，都唔要。冇人要呢啲电视机喎，边啲电视机先？喂，好难讲喂，边啲电视机啊？啊，显像管电视机都可能好多人要噶喎。买烟。净系俾我去诊所，唔俾我去买其他嘢。我唔系想买烟嘅。超市入面冇醫生啊，乜都有啊！你估真係？同埋依間接骨院，接骨院就即係嗰啲鐵打啊咁嗰啲啦，骨科咁樣咧。咁但係嗰個似係普啊，即係佢咁樣一普通科醫生啦，即係可能係。诊所唔喺前方，你又要走翻后面。喂，喺边噶？其实，咦，好似，诶，好似喺呢边。诊所。随便同佢讲咯，反正佢都系随便攞药噶啦嘛。
佢都系随便俾药咯，咁就随便话有啲病咪得咯。可疑嘅诊所。懒惰嘅女医生。第一次睇症啊！喂，连个姑连姑娘都冇嘅，跟住个诊所又系有啊，又系周围有啲尘飘下飘下，好惊！喺边度见过你？喺 coffee shop 见过，冇所谓啦。今日有咩事？全身好疲累啊！診察室にどうぞ。帮我睇医生啦、啊！我着住白袍，但哇，真系咁样。我真的看那麼多個醫生，我真的沒有見過這樣的醫生。然後我的廢片都不知道是誰的，就放在這裡。不是我啊，應該一定要有壓力啦，情況大概都是這樣、啊、給止痛藥你就可以了。喂，我累了，我累，你給止痛藥我做什麼？我又不是痛，我不痛，我不痛，你給止痛藥我。果然都就是要安眠的，睡覺才是最好的良藥。那是不是真的不用開啊？甜和辣，有沒有病啊？安眠藥有辣的嗎？有沒有其他味啊？酸添啊，不如。都健康啊，我還沒看蠢到看不出、啊、聽我這邊傳聞才來，你這邊什麼傳聞？系啊，听嗰啲传闻啦，诶，扮下知系咩事先？啊，咁细嘅年纪都系有隐情嘅患者，我有咩隐情？好多隐情，我识得变身。年头嘅高中啊，呢、這个年头嘅高中生同意可以俾你开药，开咩药？喂，但只限于能够恢复身体状态。看到你個人咁斯文正經咧，應該都俾藥你都唔會有咩麻煩，所以特定破例啊！啊，呢邊咧同即係私人自費嘅治療差唔多啊，啲藥全部都係自制嘅，啊冇睇過醫院櫃台之類嘅地方喺度賣噶。不過我唔知，因為日本咧，我見到有日本咧係有啲特別有啲藥房噶。啊、即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醫藥分家，即醫生是不開藥給病人，即醫生只是開藥單給病人，然後病人就要拿著張單去藥房配藥。我不知道是否日本是這樣的、哦、太好了，總之請藥來吧。你會不會有些即可能有些勁的回復藥、啊、這樣想拿來做什麼攻略迷宮、啊，啊！而家有差不多就係呢啲。哇！我即係我買藥嘅可以，哇！而家有五千幾蚊喎。原字藥片五十，可以恢復五十點 HP， 依個就一百。跟住咧，燃燒冰凍觸電狀態痊癒嘅醫療軟藥，鬆弛軟糖，緊崩膠囊，復奇精華。使一名夥伴啊，從無法戰鬥嘅狀態恢復到5HP50%， 只能夠安全地方使用嘅點滴，使到所有夥伴嘅 HP 咧恢復最大值嘅50。喂，我要呢個復奇精華。それにするの？買兩個。啊，因為有時真係有機會咧，自己人俾人打到 HP 零啊嘛。どうぞ。依、這個要一個，因為冇乜錢啦已經。それにするの？はい、どうぞ。好，用曬錢啦，請小心使用。醫生啊，咩事？感冒？肚痛定香港腳？啊！呢啲够啦，只有你才可以做出嗰啲超乎常识嘅药。你讲咩啊？
扮系冇用啊，只要饮咗个就可以得到超乎常识嘅力量。传闻大家都知啊，点样超乎常识嘅力量啊？一个啊，饮完之后我要打十个啊，可以话新药、生药、中药，无视医学体系进行嘅精彩配合啊！系咪想整个超人出嚟就会引发社会问题？自己认自己庸医啊！虽然警察未行动啊，但系咧传媒迟早打听到啊。咩學佛入面嘅恥辱？學佛入面系唔能够出一个犯罪者嘅，将药都处理咗，唔好再做医生。啊，武建庙呢个名唔可以再喺度，系咪有人喺度？系啊，有啊，我喺门外出嚟打我一份。有咧，差啲就被发现，咁发现咗又点嘅？那個大姐實際上仲藏住更加強力的藥，可能是用下就知道咯。如果強力的藥咧，話唔定喺殿堂嘅戰鬥派上用場。我買了很多錢啦，已經。賣玩具槍的店咧，依、這個嘅涉谷啊，其實就唔係毒涉噶，用即係好多毒法嘅，其實。可能即系例如苦劫，因为苦劫嘅劫字嘛，咁你毒劫谷其实可能都得嘅。不过我哋嗌啊，即系香港呢边嗌惯涉谷咁解啫。其实就唔系嗰个字嚟啊，根本。我唔能够去，哇！你做模特儿，你唔可以周围走咁乖喺屋企。听日唔太方便，我要去探啊，要去探病。卖玩具枪的店应该可以买到唔错嘅枪，即系而家其实咧都仲熟习紧啊，买呢个买药嘅地方啦，然之后咧有呢个买枪嘅地方都有啊。目前为止咧仲算顺利啊，准备好之后咧就要去殿堂啦。咁你咪教我整道具啫。啊，系喎，跟住星期日喎，星期日一定唔使翻学校啦。顺利抵达，有几难去啊？嗱，咁咧喺呢個涉谷啊呢度咧，見到個背景個綠色車廂咧，現實上面都有噶。我可唔可以唔跟住啊？咦，其實幾似喎！嗱，依度咧望過去就應該有間，哎呀！各位小心，呢個國家已經扭曲啦，係啊！明明政呢位政治家明明讲紧啲好严肃嘅事，但系冇乜人听佢讲嘢。啊，演讲又唔稀奇，或者喺我其实咧，喺日本旅行嘅时候都见过啲即系从政嘅人咧，就系佢哋讲佢哋演说咧，通常唔系喺呢啲地方嘅。我演说咧，我会见到都见到有，我喺川崎都有见过即系都会有人喺个广场啊，即系嗰个商场外面嘅广场嗰度咧，就攞支麦度讲。咁另外咧就，但係好似咧，例如喺漫畫咁樣或者我現實上都見到嘅，佢就會喺架 van 仔嗰個車頂嗰度講嘢嘅，啊嗰度做演講嘅，去宣傳佢嘅政見啊咁樣，啊咁啊大大其實咧，即係好多地方啊，即係喺而家都唔係淨係得一，都唔係淨係得一個地方啦嚇，唔係就係日本啊，好多地方咧嗰啲人啊，一般人對政治其實都冇乜興趣啊，越嚟越冷感啊。唔讲呢啲住，因为其实我唔系想睇呢啲，我想咧，系啊，啊，即系喺涉谷咧的而呢个咧就系、是、啊，我而家呢度见到咧就系著名嘅十字路口啊，啊，即系著名涉谷嗰个十字路口。咁啊，嗰个荧光幕咧啊，即系上面有个，即系上面有荧光幕咧，咁佢跟住伊等嘢好似咧就系、是、即系处咩咩鸟屋书店啊，都唔知系咪毒鸟嘅其实啊。咁啊，佢隔篱咧真系亦都真系有间蓝即系蓝色
蓝色框招牌、白色底、蓝色框招牌嗰度咧，都系个书店嚟嘅。啊，都现实上都真系有嘅。咁啊，嗰两啊，跟住佢中间咧，嗰两间书店之间咧，嗰即系会有条白，即系两个白色嘅柱挂一条 banner 咁样嗰啲咧，嗰啲位啊真系攞嚟挂 banner 又系。哇，即系其实咧，所以做得同涉谷嗰个嘅十字路口咧，就真系几似。讲完。這個就是在兩間書店之間的一條街，就是剛才講的那條涉谷什麼街，不懂讀這條街，我也有走過幾次啊。皮笑肉不笑的男人，皮笑肉不笑的男人，什麼笑到你覺得心寒，你是學生，有一份很容易就賺錢的工作，特別介紹給你，你想要钱啊嘛？各听我几句啊！咩工啊？非常简单，好轻松就赚到钱。去事务所同你解释。今日要准备武器去追龙师，所以唔理你。咦？啊，其实依啊真系涉谷依个位咧，都系有三部自动售卖机啊，真噶。啊，啲不过啲铺头就即系，当然唔会间铺头都一样啦。胆小嘅学生。不要去那條小巷啊，有很多不良的金毛，有個看上來很不良的金毛青年入了去，是啊，我知道啊，不理他，看看這邊先，啊，是呼吸室外的空氣而已，因為對戰一直輸想休息一下，哦，即是有機譜，又真的好像有機譜，這條街好像又真的走了機譜，便利店好像又沒有，那個位置好像真的有間機鋪，我在裡面打過什麼破音，即是什麼卡拉 OK 這樣，女生是那個棉花糖的那麼纖細，相對對好好對害要變得可厚，為什麼要用可厚還是我氹人哋借 DVD 去屋企睇，誇張嘅女性同埋遲到嘅男性，遊戲中心，我想去打架機啊，但係唔俾，所以算啦，都係要揾翻龍師。呢啲巷仔我就冇入過去啊，所以唔知啊。睇嚟你好了解有關軍事方面嘅知識，其實我唔好識喎。啊，問下店員有咩推薦啊，入去先啦。嚴禁觸碰，生存遊戲專賣店。每一件武器都係真的，玩具槍都射出子彈，咁真槍會係點樣咧？我就想知嘅。咦，全單箱看看先，不苟言笑的社長決定我買什麼味道，不要阻止我做生意，喂，沒錢喎，其實推薦你將喜歡的東西拎走就行了，拎走不用付錢，拎走要自動還是左輪還是什麼，自動自動步槍啊，內行啊！依度係內行人嚟嘅，啊嚟嘅鋪頭，你啲生手嚟依度咧嚇，其他客人唔開心啊，快走啦！啊，之前喺度買過嘢噶啦，哦、啊，冇印象你買過嘢喎，點解有啲咩想要？逼真嘅玩具槍，好、哦，一開始有要求咪得咯。不能够对住人携带的时候要放在个包包里面，不可以被警察找到，找到就死得，如果他对生存游戏专卖店有更大偏见就头痛，没问题，我会很小心，只要仔细看过就知道是玩具枪，到时候会给你看好东西的，只要你有勇气，
而家只能够俾啲咧，啊啱你啲低 level 嘅人，冇用啊，冇钱买啊，我弄晒钱买药啊，啊我将我啲钱俾你买个好啲哦，俾钱我嘅，咁啊买到尽啦，梗系。购买近战武器、防具、饰物，哇出手冇人，购买饰物，算啦，睇下近战武器先，哇，攻击力会提升到68。よし、どれにするんだ？地獄巨炮，劫匪之剑，弯刃大刀，攻击力会提升10。よし、どれにするんだ？高卷行热能鞭，但系买唔到啊，买唔到分铜锁。购买远程武器，买乜好咧？暂时我又冇谂住买枪，其实，哇！不过佢啲枪几劲，又真系，哦，不过佢装弹数太少啦。购买防具，山而家我有啲乜嘢系？与当前装备比较啦，梗系一防我而家防护衬衫，买边样武器好咧？唔买得几多啫噃。哦，饰物，饰物可以，咦？即系可以加自己啲 HP 或者 SP 喎。呢个使用麦伦全开嘅颈圈，好。買近戰啊，決即係通常都係咁噶啦。我通常呢個情況咧，我都會買咗近戰武器去加強佢自己嘅一百銀匕首。啊，通常就買咗近戰武器先嘅，我會裝備，梗係裝備啦。如果唔係做咩？預估價值。买冇用啊嘛，哦，高卷行嗰个系唔系都买唔到。這個攻擊力提升10，如果龍獅普通棍棒是44，算了，買了先。好，暫時就這樣。下次再嚟，系啊，下次再嚟啊，冇钱啊，种类相当多，系好多，但系冇钱买，咁咪就得啦，翻中央大街，下次一交俾我嚟啊，要揾个最强嘅，有钱先买到最强嘅装备噶。老板，你知唔知啊？前几日啊，地铁事故入面啊，听讲个车长咧有好异常嘅言行啊。
我咁精神出咗問題啊，梗係容易出事啊，梗係亂咁講嘢啦嚇。聽講咧，好似成個人格完全變咗，好似個心啊被偷走咗一樣。邊可能會咁樣啊？有機會嘅喎，咩咩都唔錯啊，但係咧，我哋間鋪頭搞成咁樣，珍貴咖啡豆都要喊，鬧緊喺心入面鬧緊佢啊！多謝貴姑。飲杯嘢講唔多嘢，喂，得閒幫手洗下碗啦。你咁樣對客冇問題啊？同平時一樣啊，咁唔怪之係冇客啦，即係唔執笠咪得咯。呢個就係你原則，冇咁誇張啊。只要喺啊，只要我喺依度啊，其他人就唔會理我。不會管我，呢度咧好似一個隱居嘅場啊住所一樣，哇！即係大隱隱於市啊！呢種就係、是、啊，唔好俾麻煩我，唔俾麻煩你啊，翻上頭咯。啊，去探一志凡點樣啊？情况如何？佢身体状况大致已经平稳落嚟，不过唔知道几时先可以恢复佢意识。一定会好翻嘅。佢如此坚信做该做嘅事。啊！终于做好去殿堂嘅准备，潜入道具，打扫一下啦，张台。好难提唔起劲。提唔起劲就，即系我都不知道想打扫咗几耐。不过而家如果而家咁样，系咪每样嘢咧，即系我即系有新功能开咗先可以打啊，就可以打扫先可以打扫嗰个地方。今朝起身打到啱啱。打乜嘢打到啱啱先？靈巧等級提升之後，一次過製作道具數量會增加。哇，大佬，我都唔知點鍛鍊，唔需要諗太多，比起學習咧，最重要係習慣。得，冇問題。但係我好似乜都冇嚟噶。持有數量，開鎖工具，氣息消除劑。哦，咁呢個點啊？所有人一開始咧都唔係咁靈巧啊！啊，唔好因為做得唔好以致消沉。得。开锁工具，呢样嘢应该有用。Yes。灵巧获得磨练。Yes。唔使翻工真系好爽，系啊！唔使翻工真系好爽啊，因为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做自己真正想做嘅嘛。好多时候，所以啦，一个人咧，如果能够揾到个工作咧，系自己中意做嘅吓，自己好想做嘅，其实咧就更加好啊，系嘛？因为咁样咧，先至即系你唔会，你又唔会好想放台风假，即系某程度上面咧，想放台风假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某程度上面代表咧，那份工作可能有少少問題啊！我唔記得 Steve Jobs 啊定邊個人講過啊，即係如果你每朝對住塊鏡問自己啊，即係想唔想翻工嘅咁，但係好長時間都係同你講咧份啊，即係唔想嘅話，咁你就要睇下份工係咪真係有問題。咁但係喺香港，因為個選擇太少啦，咁你就算覺得唔係咁好，咁你都要捱落去啊，冇辦法呢個。係早晨。对敌人讲早晨冇所谓噶，晚上要退可都精神可嘉，退到先讲咯。又系佢啦，唔使审啦。喺门口见到鸭志田啊，竟然嘴角上扬，打佢一身咧，唔通表示佢有把？咁梗系啦。
啊，好担心自焚啦，但系要集中喺作战上面。啊，今次唔可以再拖累大家，不嬲其实都冇拖累大家。理事会咧就系5月2日，咁其实真系有十几日啦。啊，喺之前要搞掂，得，准备好，去啊！啊，会加油啊，你哋唔好偷走。啊、香港地是这样的，即当然每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困难的，但是我们住在香港那么久，当然对个困难的 理解更加大更加多。哇，4:30一来就已经上完晒堂，作战开始。今天放学开始的时候呢，放学的之后的时间就可以自由分配了，在规定期限呢要达到盗取森林的目标 Mission Start。如果在限期入面啊，无法完成作战就会 game over。殿堂入面咧有各种各样的强敌，一边同呢个秘密基地的伙伴商讨计划，活用城市设施咧完成潜入殿堂的作战。即系话咧，其实潜入去个迷宫入面练功咧，嗰个嘅次数系有限嘅，同埋咧你去买武器啊、买药啊，嗰个次数其实都系有限嘅。咁所以其实个难。即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难度就很高了。即你不能靠、即用多些自己用多些时间打来去令到自己 level 提高啊，储多些钱买东西啊这样咯。因为变成每一样东西都是 有限数嘛。我喜欢玩单机，所以我通常就不连线。会去，一阵间顶楼见。哇！我仲想听，我仲想睇下第二啲人有冇喎。距离退学处分仲剩翻14日，将秘宝偷出嚟得啦。秘宝究竟有啲乜嘢？秘宝就系嗰个殿堂主人啊扭曲欲望嘅象征，即系个殿堂嘅核心。偷走咗咧，殿堂就会失去个形态。鸭之田的秘宝是什么呢？其实没什么，没人知道。那个秘宝在哪里？入了才知道，肯定就在殿堂的深处，谨慎地保管。总之目标就要去到殿堂某处找到，即是什么藏匿秘宝的地方。为了避免不测行动的时候要多出一些时间。现在可以在秘密基地召开行动。潜入殿堂就要开始攻略，在殿堂里面都没办法购买道具，事前要做好准备。殿堂归来的时候咧，时间会自动推进到夜间，如果超过期间就会直接 game over， 所以小心啊！好，召开作战会议，听下大家讲乜先。きっちり償わせなきゃ。では作戦会議を始めようか。就算讲要将心偷走，但系而家根本都找不到在哪里，要调查一下殿堂，睇下有冇啲咩可能的地方。看守阴影点算咧？啊，找到就麻烦，小心避开。会议終了。堂的事点算？唔集合咩？你犹豫嘅就去，稍后决定。啊，唔系唔去，但系咧食咗饭先啦。哇，咁样啊，其实喺游戏时间都用咗6个钟头啦。咁啊，终于开始咧可以自由行动，自由去分配时间啊，去买嘢补货啊，咁等等嗰啲嘢啦。啊，翻嚟楼主仲搏命紧，唔系搏命紧啊，谂住食饭啊去。
咁啊，第二節嘅啊都已經打咗兩個半鐘頭啦，先可以開始真正嘅自由行動啊！咁啊個啊暫時到呢度為止啊，嗰、那個第二節嘅颱風假期貨到呢度為止。咁啊，然後咧我哋第三節會再見嘅。咁第三節打第三節可能都係會打翻呢個 Demon Souls 嘅，可能啦嚇。咁 實際上點樣呢？其實我都唔知道，你知道我份人不嬲都係啊邊即係興起打邊只就打邊只嘅。咁啊跟住落去咧。就我哋下一節，咁下一節幾時咧？我諗下一節我諗起碼九點半啦，啊，即係搭過啊，因為唔啊，因為搭過去德國啊嘛，咁所以其實大家都睇唔到佢打啊，睇唔到佢打機直播噶啦，咁我都睇唔到佢打機直播噶啦，咁所以咧就不如嚇，即係用咗嗰啊用咗嗰個時間嚟去做啊嚟去做直播啦嚇，今日最後一次嘅直播。咁大概啦，大概會係九點零十點鐘到開始嘅，大概啦。好，咁我哋之後今晚再見，拜拜。